布农族耆老卫星系三菱达玛穆拉斯开拍祝福，剧本是2011年台湾原住民文学奖得奖作品改编，同时也是2011年行政院新闻局优良剧本，获得行政院原民会250万元的经费补助拍摄，由州主的罗明元导演指导。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卓溪乡布农族部落，描写的是父女之间浓厚的情感以及淳朴的部落捍卫祖先土地的故事。它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故事，但是主要的线是拉在父女情深的一个故事。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口结构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结构里面，所以那特别写这个故事，想要表达一些老人的声音，呈现部落的那些地方的一些风俗，或者说地方的生活状态，所以我们也动用到部落的很多人来参与的演出。那希望也是说，他除了他的故事本身内容之外，也呈现部落的他本身的一个生活情形。为了呈现故事的真实性，也邀请卓溪乡中正部落一半以上的布农族人参与演出。剧中男主角有担任基督教传道师的吴约章担纲，女主角则是有演过电视偶像戏剧以及国片的周族艺人姚安琪饰演。希望我在演技方面跟以往拍偶像剧的呈现有很大的不同，希望把这些我对于这里面的爱呈现给大家。因为我看到这出戏里面，它显示出了我们原住民对土地的那个热爱，以及在现在我们儿女对父亲的那种孝心，尤其他在里面真的是显出了我们那种原住民起初的那份爱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近年原住民的土地与居住环境随着生活的变迁，再加上多元社会文化的冲击，族群传统文化与部落精神逐渐被忽略。这部迷你剧集将会以父女间的亲情连结部落的现况，预计拍摄20天的时间。记者法务花莲卓溪采访报道。